们的世界充满惊奇，从原始的蛮荒经过无数的年代，生命经历了严酷的考验，自然界简单的生命形式演变成了更为复杂的植物和动物。重大的气候变化曾经威胁到所有生命形式的存在，但生命延续了下来。就在大约200万年前，改变这个星球命运的生物出现了。站在世界史最远端的是石器时代的人们。人类是大自然的儿女，是自然界几十亿年进化的产物。对这一长期的人类演化过程，人们并不总能体会得到。人类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才不过100多年，在此之前，人们只能把人类的起源归结于某个万能全知的神，所以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神创造人的美丽神话。现代科学家把这种上帝造人的说法称为神创论或特创论。现代科学研究提供的证据却是完全不同的人类演化过程。现在，请与我们共同来探索人类先祖在创造辉煌壮丽的世界历史时是如何迈出第一步的。基督教认为人类是上帝创造的。圣经创世纪中说，上帝先用5天时间造昼夜天地、植物、水生动物以及日月星辰，到了第6天用泥土造了一个叫亚当的男人，后来见亚当孤独，又抽出他一根肋骨，将他变作一个叫夏娃的女子，与亚当结为美满夫妻。所以我们人类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人们曾经对这一说法深信不疑，便因此还引发了一些有趣的理论。有个叫厄谢尔的爱尔兰大主教根据圣经的说法推算出上帝造人的时间是公元前4004年。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神父进一步把亚当诞生的时间精确到小时，即公元前4004年3月23日上午9点整。在这些神父看来，我们的世界史是从这一时刻开始的。特创论虽然在各地长期占有统治地位，但是世界各族人民并非都是一些人云亦云的应声虫。比如古希腊就有一批爱好智慧的脑力劳动者，专注于仰观宇宙，俯察人生。其中米利都学派
专和大多数人的意见唱反调。这个学派中的阿纳克西曼德甚至断言，人是从海里的一种很像鱼的动物变化过来的。如果不算原始人的图腾崇拜，这恐怕是人类起源于动物界的最早说法了。我们把这种说法称作自然发生说。按照今天人类的认识水平，自然发生说比神创论接近真理一些。但是二者其实都是古人跟着感觉走而得出的假设，其中充满了孩童般的天真。不过以我们现在的知识和后见之明，我们很容易排除这种见解。18世纪，现代生物学分类的鼻祖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发现人类和类人猿有许多相同之处，因而在拟定动物分类系统时将人和类人猿分到一起，通称为灵长类，就是头等聪明的意思。这种分类为揭开人类起源和世界史开端之谜提供了新的思路。法国科学家布丰使这一学说得以进一步发展，他提出了人猿共祖的假设。但他还处在基督教思想专政的末期，所以他的想法刚一提出便遭到圣经捍卫者们的围攻，在巴黎大学当众检讨才勉强过关。但他的思想影响了他的学生拉马克。当时法国大革命吹来思想解放的春风，创造了一种自由开放的思想氛围。拉马克是进化论的伟大先驱，他于1809年发表《动物学哲学》一书，系统提出进化论的观点。这个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物种进化说，认为一切生物都因自然的作用才得以产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演化，开始简单，逐渐复杂。布丰和拉马克师生二人打破了特创论的一言堂，在人类自我认识史上功不可没。剩下的任务就是为进化论再添一把火，将进化论这块生铁炼成令人信服、坚韧无比的好钢，说服仍然相信特创论的知识界。担当起这项历史重任的人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1831年底乘英国的贝格尔号参加了一次周游世界的考察，走了5年，到了很多地方，到过美洲，到过澳大利亚，收集了很多的标本。1836年10月回国以后，他又用大约20年的时间收集资料，潜心研究，于1859年发表了划时代的巨著《物种起源》。他指出，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但没有涉及人类的进化问题。1871年，他出版了《人类的由来及其性选择》，第一次描述了人类进化的途径。达尔文认为，在自然条件下，一切生物都要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异，能够发生有力变异的物种就能生存和发展，不能发生有力变异的物种就必然被周围环境所淘汰。这个基本原理在同时代的中国
即清末的时候被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概括为八个字，叫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此时在西方，达尔文的理论提出的时候遭到教会的猛烈反对，在社会上也引起广泛的争论。然而随着科学的进步，在其晚年时，学术界已经不再怀疑进化论了。随后的工作就是在世界各地寻找我们人类祖先的遗迹了。早在进化论确立之前，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已经发现了许多古人化石以及伴生的打制石器及其他工艺品。但在进化论确立之前，人们还想象不到在亚当夏娃出现之前会有人类存在。所以他们无法理解这些发现的含义。进化论确立之后，欧洲知识分子的目光跃出了教会划定的界限，开始到世界各地寻找远古人类的痕迹。陆续成功地发现大量古人类的化石与他们使用的工具。这些努力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深刻地感受到我们祖先所走过的艰苦历程。地球上最早的人类化石是在非洲坦桑尼亚的奥都威峡谷发现的能人，发现者是英国古人类学家利基夫妇。利基在剑桥大学完成非洲史前史学业后，一心到东非去寻找古人类化石。他的这个想法在当时人看来十分幼稚，因为在20世纪前半期，有关早期人类的大发现都集中在亚洲，比如印尼的爪哇人、中国的北京人，但是利基却执意要去非洲。他选择了坐落在坦桑尼亚北部平原上的奥都威峡谷，这是一道长40公里、深100米的谷地。利基夫妇在那里锲而不舍地工作了几十年，结果有志者事竟成，他们终于在1961年发现了最早的人类遗存，定年在170至190万年前。在能人之前还有更早的人类祖先南方古猿。南方古猿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的一组变异很大的化石，存在的时间大概从500多万年前到100万年前。这些化石的发现具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在此以前，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的两个基本的特征就是直立行走和制造工具，这两个特征是同时出现的。然而南方古猿的发现推翻了这个结论。南方古猿普遍能够直立行走，但不会制造工具。有关这方面的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利基夫人在1976年于坦桑尼亚奥都威峡谷以南的一个叫做莱托利的平原上发现的两个南方古猿个体的脚印。莱托利平原上有一座火山，火山曾经喷发过，在它的周围形成了很厚的火山灰的沉积层。考古队员们有一次在打闹当中用大象粪互相击打，有一个队员倒地后发现
火山灰的凝结层当中有动物的脚印痕迹，考古队员们就顺着这个痕迹挖了下去，挖出了一条几十米长的脚印带。在脚印带当中有两个南方古猿个体的脚印，一个是成年人成年的，一个是小孩的。在他们脚印周围还有许多动物的脚印，所有这些脚印都显得从容不迫，看来他们已经啊对这个火山的喷发司空见惯了。从能人开始，世界历史进入了它的最初阶段——石器时代。石器是人类祖先生存斗争的基本武器。根据工具制作技术的不同，石器时代又分成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大阶段。两大阶段之间插着一个过渡阶段，人称中石器或细石器时代。所谓旧石器是指打制的石器。石器时代当中以旧石器时代时间最长，从180万年前一直延续到约15000年前。由于时间久远，考古学家为了认识的方便起见，又把这个时期分成三个较短的时期，即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旧石器时代早期自大约180万年前至20-30万年前。这个时期的人类还带有猿的特征，所以被称为猿人。比如最早的能人脑量还只有500至700毫升，身高在1.2至1.4米，能直立行走。较晚期的猿人，如非洲的奥克托姆人、欧洲的海德堡人、亚洲的北京人、蓝田人等，脑量虽然增大到750至1059毫升，身高增长到1.6米左右，但还是同现代人有显著的区别。尤其头骨构造仍具有猿的特征，吻部眉脊突出，前额矮平，没有或只有很小的下颌。猿人的食物来源要靠采集和狩猎。他们采集和狩猎的工具主要是用砾石相互敲打成多面体、棱锥体、石片之类砍杂器。他们用这些粗糙的工具刺杀、猎捕、切割性情比较温和的大中型动物，如长颈鹿、野马、大象、河马、羚羊等等。至于鸟类、鱼类，鸟蛋、植物块根、果实甚至昆虫，就更是早期人类的果腹之物了。随着上百万年生存经验的积累，旧石器早期的人们逐渐能按照自己的预想去生产自己的产品。于是出现多用途的石器，像两面打击成型的手斧、砍杂器、刮削器、尖状器之类。在100多万年前至50万年前这段时间里，世界一些地区的古人类相继掌握了人工控制天然火的技能。
考古学家分别在肯尼亚的切斯旺甲以及我国山西芮城西侯渡、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发现了人工用火的痕迹。火的使用在世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无论怎样估量都不过分。火被用来加工食物、取暖以及自我保护，烧制的食物不仅味道好，而且易于咀嚼和消化。高温加热的食物可以形成200多种新的化合物，促使人体内脏、大脑、骨骼、口腔的进化加快。火还被用来驱赶野兽、加工木器，导致人类猎取动物的水平空前提高。披毛犀、野牛、剑齿象这些大型野兽也就成了原始人的猎物。更重要的是，有了火，人类从此不再风餐露宿，迁入了可以遮风避雨的洞穴。这样，在100万年前开始的4次大冰期当中，人类不仅在北半球的冰天雪地中生存下来，而且还迁徙到了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至于他们的社会结构，公社的领袖啊，通常是由公社的成员集体推选产生的。在氏族和部落阶段，公社还实行严格的外婚制，公社内部的成员必须到公社外部去寻找自己的配偶。公社内实行严格的社会分工，比如说男人出去狩猎，女人在驻地照料孩子和采集各种野生植物。北京猿人的颅骨内腔结构证实，人类的分解与能力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约50万年前左右。与人工用火的发明在同一时期，时钟转到大约25万年前，也就是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开始从猿人阶段向我们现代人过渡。直立行走实际上不仅仅是解放了人的双手，而且它还引起了身体部位的某些相关的变化。具体到发音器官上，随着人的直立行走和颚部的隆起，人的吻部会萎缩，口腔和喉会形成一个直角，这个直角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地方之一，非常有利于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另外，从当时人类的情况来看，熟食的发明使得人类的咀嚼器官逐渐萎缩，牙床变小，口腔内发音器官的活动余地变得更大，这样非常有利于人类语言当中的共鸣和纯音的形成。大约50000年前，人类进入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这时的人在体质形态方面已经同我们现代人没有什么差别，三大人种的形成过程也已完结。现代人类学认为，人种或者叫做种族是具有共同遗传体质特征的人类群体，大体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蒙古利亚人种，也叫黄种人。第二类是高加索人种，也叫白种人。第三类是尼格罗人种，也叫黑种人。黄种人主要分布在亚洲，白种人主要分布在欧美，黑种人主要分布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各人种之间体质形态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皮肤的颜色、眼睛的颜色、头发的颜色和体型。这些不同的特征是受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形成的。比如说，
黑人大多数皮肤黝黑，是因为这种黝黑的皮肤有利于保护身体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大多数黑人的头发是卷曲的，是因为这种卷曲的发型可以提高身体的隔热性。再比如，北部欧洲的白人大多数鼻梁隆起，鼻腔狭长，是因为这种鼻型有利于冷空气的加热。这些现象特征进一步证明，人类的体质是受到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逐渐的演变成的。但是这与智力品格方面的高低优劣没有什么关系。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石器制作的技术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像当时出现的间接打击法、钻孔法和摩擦法等等。随着人类生存能力不断提高，人类的活动空间明显扩大。人类在晚期智人时代跨过白令海峡，飘过太平洋岛屿，成群结队在美洲和大洋洲安家落户。所以第一批发现新大陆的移民，与其说是近代欧洲人，不如说是旧石器时代的亚洲居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伴随着精神生活的进步。在旧石器时代的尾声中，人类的语言随着人类分散到世界各地而分化成几千种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不同的分解语。只要有人存在，就能找到各种原始宗教的痕迹，如图腾崇拜、安灵崇拜、祖先崇拜等，以及以洞穴壁画和雕刻为代表的丰富多彩的原始艺术。这些岩画描绘出表达他们喜怒哀乐的舞蹈。这些早期人类的绘画是文字长期发展历史中的第一步。正是这种记忆把我们与地球上其他生物区别开来，并为我们提供一个保存历史的方法。它意味着那史无前例、无比瑰丽的文明社会的曙光就要升起在地平线之上了。